蔚来 S8 在挪威上市，起售价约合45万元人民币。凤凰网科技讯9月30日消息，蔚来 S8 在挪威上市，并开启用户交付。其中，蔚来 S8 搭载标准续航电池，包起售价为60.9万挪威克朗；搭载长续航电池包，起售价为67.9万挪威克朗。WLTP 工况续航里程最高可达500公里。与此同时，选择包四服务的挪威用户可享受蔚来换电网络和电池灵活升级服务。2022年底前，蔚来将在挪威建设20座第二代换电站，覆盖挪威前5大城市及主要高速。